新年的第一天，迪丽热巴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。她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自己的美照，并祝福大家元旦快乐。这组照片展现了她的不同的风格和表情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，赞叹她的美丽和魅力。她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，证明了她的人气和影响力。迪丽热巴是一名优秀的女演员，她曾经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烈火如歌》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等热门剧中有精彩的演出，也收获了很多粉丝的喜爱。她的私生活也很低调，她与黄景瑜的恋情一直是娱乐圈的谜团，让人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，让人感受到她的真实和可爱。在这组照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迪丽热巴的不同的造型和表情。她时而穿着米黄色的针织毛衣，上面有黑色的创意图案，头发披肩，笑得灿烂，像一个清纯可爱的少女。时而穿着吊带装，露出直角肩和锁骨，头发湿漉漉，像一个性感迷人的女人。时而穿着绿色的一字肩礼服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回眸一笑，像一个高贵优雅的仙子。时而穿着黑色的透明连衣裙，摆出各种姿势，像一个自信放飞的女王。她的皮肤白皙水嫩，她的身材曼妙有致，她的气质高贵优雅，她的风格多变独特，她的魅力无人能敌。她是一个完美的女神，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迪丽热巴。在这个新年的开始，我们有幸欣赏到了迪丽热巴的美照，她的美貌和气质让我们为之倾倒，她的笑容和热情让我们为之感动，她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。她是我们的偶像，她是我们的榜样，她是我们的女神。我们期待着迪丽热巴的更多精彩，也期待着迪丽热巴的更多快乐。